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好不好？范例五那题，那个范例四的那两题的话，你再回去算一下，好不好？就答案一下，因为就考验你的那个计算能力而已啊，那个没什么挑战性。我们看这一题，好，题目说呢，这里有个矩阵，三乘以三的那个方阵，乘上这个 x 呢，也是个方阵哦，也是个三乘以三方阵哦，然后呢，它就等于这个结果。那其实题目很简单，怎么想你知道吗？如果考试你如果真的不太会的话，你就这样写就好了。你只要写第一组啊，你就知道答案多少，因为肯定是它的第一列是乘上它的第一行。那就想哦，第一列乘上第一行会出现谁？是哪个结果？应该是这个结果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嘛，你看，我见这里出现 2a， 代表这个数字一定是多少？肯定是2吧，因为2乘以 a 才变成 2a 吧。然后这里现在出现的是 3b 的话，这里应该肯定是 3， 因为3乘以 b 才等于 3b， 所以这里就多少？负一，会吗？然后后面就以此类推啊，所以你看嘛 ，PQR 呢会出现这个结果 ，PQR 会出现这个，你可以这样写好，第一行乘以第二列，所以既然这里是5 a 加8 c 的话，这里应该肯定是 5， 这里肯定是0，这里肯定是8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可以以此类推啊，就变成了4负6 3 ，OK， 所以答案就通通算出来了。好，所以答案就这边。哦，我想该不难，会吧 ？OK， 然后所以其实你只要看第一列第一行就可以了。你的第一列，不好意思，第一列就在后面的每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，哦，答案通通算出来。